大家好，这里是IDJ。要说目前当下12 Pro 是最畅销的一款手机，大家是不会反对的。那么现在华强北的手机是有很多，特别是12 Pro。 那么12 Pro 高效率的电池在华强北它真的很多吗？今天有位老板打电话给我，说要我去挑选一下12 Pro， 他这个档口到了一批高效率的电池。那么他在华强北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们上车打卡，实录对白，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。哎，美女，这些机器你不是叫我过来吗？多少钱？说一下。刚拿的这些。电池100的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不是拿过来个这些电池100的为我准备的吗？值多少？480是吧？太贵了，便宜点，我给你这个价。就便宜。475可不可以吧？你打过就给你这个价。我今天调价了，可不可以475？可以，你挑吧，你挑吧。可能刚刚看到视频，这里是不是感觉这样的价格在华强北真的没什么优势？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，全原装机器的一个标准，然后官网还在保，电池效率还有100，这样的机器就是要这样的行情。当然很多人要追求性价比的话，在华强北真的有，怎么有呢？打个比方，12 Pro 目前80多的电池，外观九成新左右的标准，在华强北也就是4340左右。大家听清楚没有？4340，如果外观亮机的标准，也就是在4450左右。像这样的机器也是档口老板给我留了很久，叫我们过去。所以说呢，这样的行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买单。我们再接着继续往下看。这机器没打过膜？没有，全都没打过膜是吧？那我自己挑吧。我先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机器明显打过膜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机器，你这个打过膜的？挑啊，打膜也正常啊，都可以挑，钱给我的。正常，你个头打磨也正常。你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个也是打磨的机器，看到没有？在现实中一看就看得出来。这是后压盖板的，这个是后压盖板的，美女。看到没有？都看得出来的，压过的。这两个颜色都不一样，看到没有？黑色的100。100的，这个没带保是吧？没卸的就没带保是不是？不保了，不要。就充电80次，116天保修，是这样的意思是吧？对。太花了，太旧了。这个外观还可以，这个246天保修对不对？充电25次，还有200多天保修。我看一下机器。没有重启代码。这两个是原装屏哦，这两个。这个呢？这个金色的92不要，金色的92的我不要。这压盖板的给你，不要，啥的。兄弟们看一下，经过这两轮筛选，就这两个还可以啊，全原装的机器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这些都是手指纹印，不过可以擦得掉的。一个是石墨灰的，一个是蓝色的。117天、246天保修。尾插螺丝这边也没动过的，里面一些灰尘都还有的。左上角看到没有，档口老板拿了一堆大花机，我们来问一下他这些机器到底出给谁的？你们听，一般什么人来拿的？人家放心的、放心的人来拿的。对呀、我不要，我去。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听说没有，这些机器都是放心的人，那么多人拿这东西去放心，你们就知道什么一个情况了啊。好了，就这两个吧，你记一下帮我。验机报告这些都是全绿的啊。正常的，可以去验。这像是没问题的。好了，记一下。他这里还有很多苹果12 Pro、12 Pro Max、13系列都会有的。4750，1295啊。对，给我注意好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查码的话也是4750。贴个标。好了。
4750拿下全原装外观亮机电效率100，并且官网高保。对于这样的行情，你认为它怎么样？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择有帮助的话，顺手双击点个赞，你的生活更灿烂。